一个大多讲法，上千年阿爸讲，坚持唔只是其他人的天书，是个传承落实。所以当年去年奥多拜蛮难去买山楂，如今在伦北乡也去买也为所自知。当地乡亲都当地区，甚至于都社区网站天书机推销，是希望阿爸讲早点买得，早点转福气乾坤。天那地是花蕊安菜园，其前面上个栽出充满调理汤的草吧，起在车路前沿园，数字人员个难度都没调理汤。我不知道他哪时候会来，只要我有出来有看到他，我就会买。啊，我公公也会买啊，看到他我公公也会买。加八条米啦，加米条啦，哦，啊莫过印度西啊，起一粒，加米条好。现年77岁，罗山陈世敏。70岁是通过五啊代厦门到台湾，虽然靠半耕半土，免薪台前行业，不过少年的事认为得叫顶做官，然后直接甲一家人做工生活，一直到参加年将开始面条理统，认为怪做耳当因通亲，两辈就将因离人社区名产提古退休。我做中华县报道人。因为这个所在，我卖三年外，要加卖淡薄啊，成熟的关系，所以我一定要打扮干那亲像小偷啊。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阿伯他说过，他要做到他没有办法做为止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很有爱心的网友都帮忙阿伯，然后让阿伯更无忧无虑的过日子。亲信罗萨讲，虽然罗金收奉茶一茶，苦果体面，不过就真多好心的人，都夹着上坑。达古的人生，只从潮流通坑换，愈酸愈甜，至少古也袂怎个起机车，古是袂加收米潮流通。客家新闻李新亮，婚礼报道。